关于未来，风帆吹动着，提供前进的动力。但是你看得清吗？这里有太多的条条框框了。蝴蝶它在扇动翅膀。我们的未来，不，我们的蓝图是由我们自己书写的。在经验里去生活，得到的只能是经验本身。所以，站在通向世界的桥，我们就是世界。我们就是世界。去感受吧，直到化成尘埃。